你加不加钱？一句话。我不加，说什么我也不加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路颠颠摸摸的，对我这种耗损很大，我必须要加到1000块钱。你这是借口。什么借口？本来就是啊。本来是100块钱就问你加1000，你开玩笑啊？我不管，我好不容易毛的这门生意维持一下生活，我加一点钱，我容易吗？我不管，你说什么我也不加，今天。是不是不加？不加。我给你3次机会。你给100次我也不加。行，你说了，大家不要后悔。我不后悔。那来了吗？啊！你要干嘛？哎，我的妈！哎呀，放开我！不要吵啊！跟你说，再吵我一棍子把你打晕了。跟你说，帅哥，我就救命啊！不要叫救命了！我跟你说嘛，其实我现在看你长得那么靓仔，我又不想加钱了，就想让你做我男朋友。哎呀，更加不行啊！我这么老了，不行啊！不行，年龄不是问题，怎么不行啊？你做不做我男朋友？哎呀，不行啊！这就不够你找了，这里嫁啊！哎呀，真的不合适啊！要不我加100块给你，你赶紧拉我回去。我拉摸的一个月也好几万了，我现在就是要你当我男朋友，我不要钱了。真的不合适啊！是不是要这样？你看我这么丑，不配上你啊！一句话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加？不，愿不愿意做我男朋友？我不愿意。不愿意是吗？你这么野蛮的，我不要。呀，我给你3次机会，等下你不要后悔。给100次我也不要。谁？你说了。是不是不愿意做我男朋友？不愿意。哎呀，不愿意，我长得有那么差吗？不要乱来啊！给你3次机会，愿不愿意？不愿意。你给300次我也不愿意。行，你说了，到时候不要后悔啊。我不后悔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的，我告诉你。我不要。谁？你说的。不要啊！不愿意，不愿意啊！愿意吗？真的假的？愿意。那就来吧。不行啊，在这里不行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去到我家去行不行？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又有蛇，又有蚊子，等一下被咬到屁股了，那个蚊子。去到你家，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骗你干嘛？我家里又有冰箱，又有空调，又有西瓜，随便到家里一边吃一边聊嘛。你们男人的话信得住吗？真的是，你不骗我了吧？我骗你干嘛？赶紧放开我，亲爱的。哎呀，你家有没有人签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。啊，那行，我帮你送板去。哎呀，你早说愿意做我男朋友吗？是不是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？来吧，男朋友，走吧。拉客赚了个男朋友也不错，向哥，坐好了啊！到了，这里啊！对。哎呀，那么好急干嘛？赶紧进来，我等不及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呢？说不定我奶奶还在家里面呢，我看一下去啊。你有没有人呢？没有。哎呀！啊！哎，飞礼啊，飞礼！哎，来人呐！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他飞礼我。飞礼你！你看！哎呀！你污蔑我，我没有啊！还污蔑，证据确凿啊！是啊，当天他扯我衣服了。我什么时候扯你衣服了？那这个是什么样？他自己脱的。我老公的为人我不知道吗？还有你来这里叫啊，肯定是你看着我老公长得帅，看着非礼他。刚才你叫他什么？老公啊。哎呀，你骗人了，刚才不是在半路你跟我说你没有老婆的吗？那是缓兵之计，懂不懂？你怎么可以骗人啊？哎呀，谁让你那么坏啊？不要在我面前赖那么多，你过这边来。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我跟你说，敢勾引我老公，你说怎么办？我没有勾引你老公啊，还没有，门都两个人开进去了，还拉拉扯扯，你当我是瞎的？你看这里还有他的指甲印呢、啊。不是你见的那样子啊，真的是他自己拖我进去的。不要狡辩，我跟你说，3000块，少一分都不行。什么要3000块？我什么也没有干啊。什么要3000块？我都觉得我的头发都变颜色，都变成绿色了。我3000块，
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、空气毛损费。3000万你不如上大爷去闯算了，真的是我没有做错的事情，你要我赔3000，我真的是冤死啊！上大街上去抢是犯法的，你妓院给我的那就不犯法，赶紧赔来。哎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你想跑啊？放开我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种事传出去啊，你摸地啊都没有人做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不给我发到朋友圈去，让他认识一下这个勾引别人老公的女人。哎呀，他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不给你就算了，不要拍行不行啊？等一下，没有人做我的摸地啦。算你识相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应该也没有结婚。这个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以后你都不用嫁人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拿走3000块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害到我老公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事要是传出去的话，我都不用做人了。3000块算你少了，下次不要再让我见到你老公，见到你老公，我肯定把他按在地下摩擦。哎呀，再敢说这种话，下次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老婆啊，你演得真像。哎呀，我都以为是真的。我也是啊，我这个演技啊，都可以拿奥斯卡奖了。幸亏刚才我半路偷偷发信息给你啊。看得进去。有没有什么损失啊？没有什么，这个纸伞印我自己拿的。哎呦，还是你醒目啊！这样子，你说你穿这么帅干嘛呢？每次我叫你穿那种从那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，你就不信。长得这么帅，是跟那个老奶奶都有惦记，更何况是这种女人。没有烂的。哎呀，那这个钱怎么办？还是那怎么办？我不管，这个钱一半我去买化妆品，装得漂亮一点，这一半。我去那个回收站给你买那个衣服回来，到时候你只能穿烂的衣服出去，听到没有？那你装那么漂亮干嘛？我装那么漂亮男人喜欢看啊，你穿那么漂亮干嘛？要让别的女人惦记你啊。赶紧回去。那你穿漂亮，那些男人也惦记你怎么办？我惦记我那是你的福气啊，是不是？人家说哎呦，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。哎呀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，就这么办。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。